鹏鹏，啊！我怕你遇到野兽，就跟过来了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奇胜，他现在就在河边，你赶紧藏起来，这个时候你们俩还是不见面为好。啊？怎么了？这个小树林里不会真的有野兽吧？啊？是狗熊还是狮子？如果是狗熊，咱们就在这装死；如果是狮子，你喊一二三，咱们就跑。不用跑了。 九娃，好巧啊！你也在这儿。<笑>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要在这里撕逼大战啊！九弟可还好，并无大碍。不知三哥是否受伤了？ 啊，他胳膊受伤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，好让我帮你固定一下手臂。也好。